杭州市多所小学的家长投诉，孩子所在学校下发的美术练习本上印有一个二维码，扫码后即跳转至色情网站。从家长提供的照片上可见，美术本封面右上角写着"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团体标准产品"，背面下方有"中国环境标志产品和卫生安全认证标志产品"的企业图标，涉黄二维码则排列在这两个图标右侧。用手机扫描二维码，立即跳转至色情网站。该美术本由杭州华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制，公司负责人表示，二维码确实是出厂时就有，怀疑公司网站可能被黑客入侵，已经报案。